但大家看看當年呢雍正貞他們在那個 headset 聽到還有兩分鐘還是還有五分鐘我忘記了，但外面沒有人說這句說話，就是這個的錄音室了，就是落到來地庫這個 Studio 8了，當時就在裡面發生這件事了。曾經也有人說在這間房錄音的時候就見到有人 走過這邊，但這邊呢原則上呢是另一些的錄音房啦，但是當時呢那些人出來的時候呢就立刻看這幾間房是沒有人的，所以呢通常傳這個地牢的錄音室啊這些位置呢是有些不尋常的現象的。